好，我是微软的小编 Joanne。我们今天要来进行的是开箱，但我们要开的不是 Surface， 也不是 Windows， 也不是 Office， 那到底是什么呢？让我拿下，拿错了，不是它，是微软的伙伴思杰。我们是专注在自动化的软体公司，那我们致力于降低自动化的门槛。这次的 solution 是展示高速的瑕疵检测方案。那 AI 可以用来辅助以往用传统 AI 演算法不好做的瑕疵检测。譬如在这个 demo 中，我们要将检测待测物上面点胶的完整度。那如果是用传统的 AI 来做的话，会因为光源的光线而让胶的表面会有反光，然后这样会造成许多的误判。如果是利用神经网络学习的特性的话，反而可以稳定的辨识反光与点胶不完全的瑕疵，并且我们让演算法高度优化在我们这个嵌入式的装置里面。可以看到在这个 demo 中，一分钟可以检测1000颗的待测物，以达到高速检测的需求。我们要达到产线上高准确率的网络模型，通常会需要长时间的运算训练，而且针对不同的产品也会需要优化参数。微软的 Azure 上面有许多 GPU 的运算单元和针对调参的工具，例如 Batch AI 跟 Hyperparameter Tuning 等等，让我们可以在 Azure 上面完成大部分的训练，省下许多硬体跟软体的建置成本。另外，微软也有熟悉 IoT 的技术人员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协助产线的沟通。目前大量导入我们的软体，譬如说被动元件的瑕疵检测和半导体 CP 段的视觉检测等等。因为我们的软体符合市场上的需求，所以有蛮多五金件的检查目前正在洽谈中。工厂产线想要导入自动化是近年的趋势，但是每个产业跟产线的设计差异，造成自动化必须是高度客制化的工作，也让评估跟开发的时间变得非常长，而且风险很高。思杰科技打造了一个自动化的软体平台，平台中整合自动化会用到的各个软体模组，譬如说机器手臂、马达控制、 IO 控制、机器视觉等等。我在这里展示的 AI 视觉也是其中一个部分。我们的目标一直是持续降低自动化的门槛，让想要导入自动化的企业可以快速而且低风险的导入。我们让自动化变得更简单，让企业轻松迈向工业 4.0。看完今天的开箱，非常感谢思杰科技为我们介绍了高速瑕疵检测的介绍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呢，请不要忘记订阅台湾微软 YouTube 频道，不定期会有更多影片哦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